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桌上的纸片有 A 有16张，那边长是根号5根号5，正面积是5啊。然后呢 B 纸片有45张，它的话是长方形，根号5跟1有45张。C 纸片25张，它边长分别是11，所以它面积是等于1。好，那它要把它组成一个呢最大的正方形。好，内部没有空隙，那么最后哈会剩下哪些纸片？好，首先我们看看哈，因为这里的话那个边长哈有无理数啊，也有有理数的，所以它一定要怎么样哈？一定要这个无理数的哈，要把它弄成一个正方形。哦，无理数弄成正方形的话，只有它可以啊，它没办法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话有一边是无理数，一边是有理数，它单独没有办法弄成一个正方形，所以我先要排它。排它的话呢，它有16张嘛，所以4是16，所以的话哈，它就是可以排成一个呢正方形。啊，这里有4张，哦，这是4，啊乘以那个根号5了。啊，这里是4，这里是4乘以根号5，我的根号有4个嘛，4乘以根号5，那就乘一个正方形。然后我再把这里哈贴上去。贴上去的话，哈，那这里有4个嘛，所以这里要贴4个。然后贴4个以后的话，哈，那可以贴几排？贴几排？这里贴几排？这里就跟要跟着贴几排了。那总共有多少呢？一排，这样一排它有4个，有4条，哦，有这个有4条嘛，哦，这个都是根号，有4条。哦，这里有4条，那可以排几排？我这个45哈，我给它除以4嘛，1234嘛，除以4的话，这是414嘛，哦，啊41的4，本来是可以排11排，但是这里要排，这里要排嘛，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什么呢？排成这样子的话，那中间可以呢塞进什么呢？塞进这个边长为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边长是为一啊。也就是说哈，它总共的话呢，要弄成10排，这里5排啊，这里有5排，这里有5个哈，5乘以呢根号5，哦，排起来这样子，这个有。四排哈，这个的话五，不对啊，这个的话呢是四，这个哈，这个是根号五，啊，这是一啊，对对，没有错，这个不是五，这个是五乘一哎，好，五乘一，然后呢这个哈，这个是1 2 3 4 5，啊，这边长是一，啊，这边长是根号五。这样子，好，那一样呢？这里五，这里五排嘛，啊，这里要五排，我这里要五排，哦，这个是五乘一啊，五乘一啊，这样子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个是，这有4个嘛，这里一样有4个嘛，哦，这根号有4个，1 2 3 4。哦，四个，四个根号五，还有五排。好，那所以的话呢，这里有1 2 3 4 5，啊，这边长都是一啊。那这里的话，我就可以塞进什么呢？塞进那个哈，一乘一的那个什么呢？那个小正方形嘛。那这个可以塞几个呢？1 2 3 4 5嘛，这5 2 5，这里面可以塞进哈25个了。那刚好完全塞完嘛。因为这里有25个，完全塞完，所以的话哈，变成呢要剩下 B 啊 ，B 的话剩下几个 ？B 的话这里五排，这里五排嘛，所以总共10排了，哦，总共10排，所以剩下什么呢？剩下那个5个，剩下5个了，剩下5个哈，这个
五个 B 啊，哦，剩下五个，因为总共有45个嘛，哦，四十五个那个什么东西啊，45个 B 嘛，那45个 B 的话，那这里的话呢，这里有，这里的话总共几个呢？总共有这个40个嘛，啊，这里20个，1、2、3、4、5嘛，5、4、20嘛，这里20个，这里有20个嘛，哦，然后剩下5个了，所以 B 的话剩下5个，啊，这个通通用光，这里通通用光了，所以答案的话哈，这是根号，啊，这个长，这个是一啊，这是一啊，啊，这是根号5这样子，所以答案的话剩下多少？剩下那个 B。B 的话剩下5个了 ，B 剩下5个，所以这一题呢，答案应该选 B 啊，就是那个 B 剩下5张。